学说冲浪只能去海上，最近超火的室内冲浪真的太香了，没有大太阳也不受下雨天气的影响，一年四季都能玩。那么在佛山哪里可以体验到这项运动呢？今天就带大家来到这个室内冲浪俱乐部，话不多说，直接开冲。崔教练您好。你好。那首先可不可以请您先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项运动以及它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我们这个室内冲浪的话，我们是有两种板的，一种是我手上这种趴板，还有一种是站板。对，板啊，我们重心是两个手手上的啊。那么下发身的话，两腿自然分开，脚不要高啊，脚放平。来，那么现在控制方向，当你要往左边走的时候，你的肩膀、手肘还有你下半身啊，往这边压过去，往右边的时候一样道理压过去啊。首先在体验冲浪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冲浪毕竟是极限运动，让身体做好准备极为重要。冲浪池完全采用柔软的材料构成，初学者在教练的带领下都可以轻松入门。由高科技的冲浪模拟器模拟出来的海浪动态，让人完全置身在海滩物语的幻想中。而且教练会全程拉着绳子帮助学员找到平衡感，从感受浪花到趴板再到站板来进行体验征服海浪的快感吧。冲浪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力、耐力和专注力，稳住重心和保持平衡的运动过程也能起到减脂塑形的作用。从入门到进阶，除了一些必要的技巧，更多的是不怕摔倒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练习。原来冲浪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但是在教练的指导下，新手还是很容易上手的哦。看到这里，你心动了吗？和我一起来征服这片浪吧。